们想要看一下你们可以教我是怎么样。对，你为什么会来台湾？没有钱。不是，所以你要摔，你要回答。这个要摔，哎，这个也值得摔，哎，值得摔，真的值得。不是，不是要他帅，是我们。但是他这个答案可以了。所以那问题二，在台湾赚的钱多吗？哦，저는돈을벌어고온게아니기때문에저는이제작년에대만에왔을때엄청좋았기때문에팬들도너무다들좋았고또보고싶었기때문에真的没有找我的事赚掉我不是为了赚钱啊，不是从那儿跑到香港的，但是问他台湾赚的多韩国赚的，他怎么讲那么长呢？不成，那就是不多，所以要吹粉。他说我不是来赚钱的，他说我是因为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粉丝真的对我很有爱，所以我今年才决定说我要来台湾。那我们要对他。没有啊！哎，怎么可以摔？为什么你们要跌倒？你这个回答，哎，哇塞，冠冕堂皇了。你可以说这，你可以说的这么不诚恳，你起都很傻和硬啊！太不诚恳了吧？是吗？说他在台湾遇到最不诚恳就我们三个，不是啊，这么简单问题讲半个钟头，那就是不多啦，就是他，你问他，你问他是喜欢吃什么台湾料理？地瓜粥，地瓜球，地瓜球还是地瓜粥？地瓜粥也是地瓜粥，喜欢，哦，还有地瓜球喜欢，最讨厌什么东西？臭豆腐，还不错，臭豆腐还不错，哦，好喜欢，哎，很多这种，像这个没有在脚本里面。对，那他在外景都是没有脚本，都没脚本啊。比如啊，两个老妈妈玩，哎呀，是不是终极密码？终极密码。两个老太太，啊，不要问，你们两个有吗？好了，今天做终极有一到一百零七号啊，五十，五十一到五十，五十六，一到五十，好像他们没有玩一到五十，然后再转过来问下一个哦，你再问我。不是，我五十六之外的，五十以内嘛。那好，那48。48，48。那他就1到48。1到48。52。好。哎，有跟上，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上电视紧张啊，然后外景没有脚本，你直接突然问他，他没有在听你讲话，他就照自己想的。那临时会发生状况，就会出现这个，大家都会摔啊，啊，你不摔了回去就完蛋了。对啊，休息室我就谢谢。你刚刚没有在节目里面，我在听吗？你没有在听吗？耳朵没有打开是不是？你是脑袋长茧了？哇，他会讲重话吗？开玩笑，而且他是当着大家。你没有看去年上金钟奖颁奖的制作人哭成什么样子？被我骂的哭成什么？我只要想到，但是我们摔也就是一个效果啊，也都是假摔啊。那董哥的假摔最认真。董哥都是真摔，是董哥不是真摔，他是以前假摔很厉害，但是后来他摔是因为他没办法控制，就变真摔。你知道要假摔的人，你体能核心要够强。他不是，他也以为他可以，就摔在边边。还有金钟奖想要假摔。金钟奖他从台上走那个楼梯，国父纪念馆楼梯走下来，他只想假摔。前面坐的文化部长，他给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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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想，哎呦，怎么摔成这样？我们说他假摔，你放心。后来他上楼了，其实他想假摔是摔两个，结果没办法控制，就摔了20个。摔了二十个，摔了二